俄罗斯无底线三级色欲之作《饥饿人妻》近日上映，讲述任职妇科医生的 Nina 怀疑老公偷情，于是随意同陌生男人上床发泄。女主角 Evgenia 全裸露点上阵，性爱场面由床上、浴室、车上再到沙滩等等，甚至触及当地的电影尺度底线。不过在现实当中，女主角在著名的戏剧学校毕业，在拍摄之前刚刚结婚，还去了挪威过幸福的婚姻生活，所以拍这一套戏都算是很大的突破。打开香港01 app， 即刻按下面01 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来，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。